他了啊！我每次打这些同人可都是花了120%的努力，好吗？要不是我喜欢 Sense， 我早就把他40万断了。哎，算了，生气归生气，惨归惨，挑战还是得继续啊。今天我要接受的挑战呢，是由这位叫做 Ink Steven 提出的寄生虫 Sense， 给我2.5小时。老样子，我或者有一部分粉丝可能不是对所有的同人都了解，所以呢，欢迎熟悉的人友好的帮我科普一下。如果说错的话呢，纠正就行，不要嘲讽。毕竟大家都是因为喜欢这款游戏才来看这部视频的，对吧？好了，就说这么多了，今天不阻止你们了，都来给我刷一波，喂，替我送信，喂，替我助兴。好了，开始今天挑战，走起！天天玩戏，日日看板娘，我就是传说中的日坑。喂，我还没念完开场白呢，你就甩我？等一下，随便走位。又甩我，往这边走。凡是碰到这种攻击呢，就需要一个精准的走位。哦，看到没？转一下，哎呀，好疼！看来这就是开头杀了，有药吃就行。我怎么突然又甩我？这凭什么？我去，吓我一跳！废话不多，别砍。哦，他会帮忙技术，我懂了。所以我刚才经历的是吃药杀，这才是正片。啊、我去，我血条咋又没了？再吃个药。别甩我了呀！他甩那么快，我反应不过来。喂喂，我这药吃的怎么跟没吃一样啊？气死了！直接把最大的吃了。你在甩我呀？我看你能甩我多少点血。我去，这吃药杀真的烦啊！第二刀了，躲一下。哎，不对，刚才老娘纯属是被偷袭了，只要看准这些骨头的路径，躲一下就行。哦，看我第三刀。啊，这个好躲！我去，参加我那么多血啊，你敢信啊？ Oh no！ 完了，又被偷袭了。背板就是个背板的事儿，脑子会了，手也会了，这就是我王小薇。哎呀，别打我！奶，丝血存活，第四刀。嗯。又甩！哎，我发现这个寄生虫很喜欢甩人啊。哦，有点乱。哇！竟然又是丝血啊，感觉运气很好。我决定今天就让那些说我菜的人看看，再菜的人也有他赢的时候。哼。我跳，喂，怎么没跳起来？我去，怎么又没跳起来？啊、哦，好疼啊！调一下，这种地方呢，其实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微操。我发现这里日强好像不行啊。Oh no！ 我去，怎么又掉下去了？这次一定要稳住。你知道我过来一次要打多久吗？好在这次血也多啊，应该可以过去。不过我发现这个黄骨头的伤害还是挺高的呀。喂，这都能掉下去的吗？我去啊！关掉，关掉，一定要关掉！再不关掉那些网络游戏，这把就图稳。骨头的伤害能吃就吃一点，反正坚决不能掉下去。我去，我好像吃不动了，完了！哇、哦，吓我一跳，又是死里逃生啊！你敢信啊？这是第六刀了，我记得好像是要砍10刀。喂，你别甩了，体力啥时候变那么好了呀？这里很明显需要一个节奏，就是要跳的恰到好处。你们看我这样。很明显是不行的，刚才就是给大家做个错误示范，其实就是不能跳太高，也不能跳太矮。嗯，竟然还杀个回马枪，多亏老娘我反应快，接着跳。我去，哇，吓死我了！小伙伴们看到没？又是一次残血过，第七关了，快了。What？ 这攻击感觉把我眼睛都看花了，但难度还好。难度还好。喂！哼，这次不会大意了，虽然眼睛有点滑，但基本还是可以躲的。哇！吃我第八刀，我躲。嗯，只有这样吗？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难的样子嘛。哦，来回跳跳就行。第九刀了，这会还挺顺的。我看了眼，正好快2.5小时了，感觉冥冥中就是让我通关的意思哦。喂，怎么下不去了？让我下去哦。哇，好痛！不是要下那里啊。又是死血过，你敢信？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关了，过了的话呢，时间就刚刚好，躲一下。然后呢，这里我见过，不过这个好像更容易啊，可以直接左右横跳。Repetition， side step。好了没？就让我过去吧。咋还来？哇，大风车来了，还是彩色的。喂，我去，我就紧张了一下啊，哎，好急啊！我真的就是慌了一下。啊，不行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怎么样？主刀虽然没人说不行，我就再来一次了啊。OK， 谢谢大家。我又花了好久，终于再次达到了这里。普通的大风车应该不难才对啊。冷静点，一次过。哎，我怎么又接上来了？关掉，关掉。哎，本来我可能也就忍了，但一想到那些说我菜的，我又觉得一定要通关给他们看看。
我想说自己不是哗众取宠，每次挑战我都是非常努力的。Oh no！ 哎，就知道要死，但我还是一心想通关。这之中死掉那么多次的崩溃，真的不是观看视频就能体会得到的。我知道我菜，可是只要一直是再菜的人，也有他赢的时候吧。你们看，终于又到了大风车这里。我一直跟自己说要冷静点转，结果手紧张的完全不听使唤啊。这一次我知道我又白搭了。本来是从下午录的素材，谁知一直死到了晚上。公司人都差不多走光了，同事跟我说没过也有节目效果，可我就是想通关啊。通关总觉得不舒服，这次我转的总算慢了点，可是一激动又恢复原状了。这游戏也没啥试错的机会，唯一能安慰自己的就是本来要打半小时才能见到大风车，现在可能十分钟就能见到了。哦，这又是一次好机会，我告诉自己好好把握，结果又失败了。你感谢我看着这一幕，怎么想啊都还是想打下去。其实当时我已经很饿了，可我不敢吃饭，害怕吃完饭好不容易养成的手感它又没了。这次我其实又有一个失误，可是没想到竟然挺过来了。最后一波龙骨炮，我觉得离胜利很近。我去，我没收呼吸，可是我还是想打。之后大家应该也能猜到了，我躲过大风车，并且还预留了很多血，其实我已经十分熟练，根本不慌。就这样我成功干下了最后一刀。不是突然离职，只是想说再菜的人只有他一个时候。